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接下来我们的运动呢，会帮助你放松到肩颈，是不是常常久坐上班都觉得肩颈酸痛呢？接下来我们的运动会放松到我们的肩颈的肌肉，放松到我们的肩关节，当然也会动到我们的腹部。准备好我们的毛巾、水、瑜伽垫，让我们一起来运动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先做一点点简单的暖身。我们把手臂往上举高，再轻轻的绕一绕。因为今天的主题呢会是在我们的椅子的运动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坐下来。绕肩膀的同时呢，要请你感受一下肩膀今天的状态如何。如果觉得太紧绷的话，动作可以先从小的开始，再慢慢的加大。手部做完之后，我们做一点点侧腰的伸展，将手臂往上带上，侧面的身体让臀部往外推，伸展一下侧屈，伸展一下侧腰，配合着呼吸，吐气的时候往旁边，吸气的时候回到中间来，两边我们再各做一回。上半身暖完之后，我们来进行到我们的下半身咯。将我们的双脚弯曲，臀部往后，想象你的臀部要去靠近你的椅子，但还没有完全的做到。再回到中间，往下吐气，吸气回，吐气往下。我们再做两个，之后要帮我稍微停留一下下。停留在这个位置上，将重心往后送到臀部，可以试着把腹部往内收，让力量走到你的大腿和臀部的后侧。感觉一下今天的双脚状态如何呢？好，再让身体回到中间，我们轻轻的转一转我们的髋关节，将脚往上抬，再往旁边绕，做简单的绕圈。如果你觉得会不稳定的话，你也可以站到椅子的后方，手扶着椅子，让你的身体在平衡的状态下去做。记得每一个运动都是一样的，做每个动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你的安全。做完简单的暖身之后，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咯。首先我们先坐在椅子的上方，接着呢我们做侧面的动作。今天的练习呢会在椅子的核心练习，所以要请你随时都帮我把腹部内收，把背往上提高，将一只手扶着椅子，将双脚往上抬。我们将脚呢做像脚踏车的动作一样，弯曲伸直，弯曲伸直。帮我留意一下下巴的位置，不过度的往后，也不过度的往前。如果你开始掌握到要领了，动作可以帮我加大一点点，大腿再提高一些些，身体再往后一点点。甚至如果你觉得稳定了，可以放开双手。我们再做两次，完毕之后将身体回来。下一个动作呢，要请你坐出来一点点，有一边的臀部呢会稍微离开我们的椅子，另外一只手请你扶好，双手来到胸口的位置。我们将两只脚往上提，大腿去靠近我们的手臂，再回来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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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请你吐气，拉长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再做两个。一样，我们要稍微停留一下下，感觉一下腹部收紧的肩膀跟其他的地方，帮我保持放松。记得停留的时候不要憋气哦。完毕之后，将你的双脚踩回来，在这里呢，你可以先放松休息一下下，或者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转回到正前方，要加上我们的手臂、大腿的动作，将手呢转进来，手指尖朝前，两只手往后抓住你的椅子，双脚往前踩，重心往前，臀部整个离开我们的椅子，留意一下肩膀不往下掉，背往上提高，我们做手部的弯曲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回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回，往下蹲，再回来，
最后一次一样稍微停留，感觉你的肩胛骨往内收，把胸口再打开来，感受一下双脚的力量。我们再停留一下下。好，回来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将你的重心慢慢的送回到椅子，臀部确定靠到椅子了，再放手，一模一样的动作。等一下我们要转另外一个方向，再试一回，将身体转向旁边，先做脚踏车的动作，还记得吗？脚弯曲伸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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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试着放开我们的手，弯曲伸直，弯曲伸直，我们再做两趟。第二个主题呢，把两只脚往上，还记得吗？把臀部往前坐一点点，将一侧的身体呢是留在椅子的外侧的，两只脚往上抬，大腿靠近我们的手，吐气收，吸气拉长，吐气收，吸气拉长。如果在这里你觉得双脚太吃力了，一样我们可以做单脚。记得每一个动作都是依照你身体的状况来做决定。很好，我们再做两回，要稍微停留一下下咯。停住之后，我们将双手扣住，腹部内收，肩膀往下放，停留，保持顺畅的呼吸，将身体慢慢的回来。接下来一样转回到正面，做手部的动作。在运动之前呢，我给你多一个选项，如果你觉得刚刚的强度不太够的人，我们待会可以试试看单脚，把一只脚往上抬起。如果你有做单脚的话，记得要帮我换边哦。一样，首先帮我扶住椅子，肩胛骨往内收，肩膀往下放，将双脚往前踩，臀部离开我们的椅子，手弯曲，再伸直，弯曲，再伸直，往下弯曲，伸直。如果你要加上单脚的人，可以把右脚往上抬，臀部往下，再往上，往下，再往上，往下，再往上，往下。我们停留一下下，把肩膀往下放，感觉背脊往上，好像你长高了5公分。很好，把脚放下来，臀部先帮我送回来，稳稳的坐到椅子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做一点点的伸展，当作是一个中场休息，将双脚打开来，身体轻松的往右往左，是不是开始感觉到你的身体透过运动之后开始热起来了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的动作还要再试一回哦。待会呢，如果你熟悉动作之后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节奏，按照自己的速度来做。一样，我们转到侧面，脚踏车的动作，手部往往上，两只脚弯曲，弯直，弯直，弯直，甚至你也可以把手放开往前，手的动作都是自由的，任何一个手部动作呢，你只要能够帮助你的身体更加稳定都是可以的。一样，我们试试看，把双手放开，肩膀记得放松，腹部内收。很好，再做两趟，完毕之后稍微停留，吐一口气，放松下来，一侧的臀部坐到椅子的外侧，大腿往上抬，靠近我们的胸口，两只脚轮流也可以。那已经进入到最后一轮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双脚一起挑战一下，弯曲收，吐气，伸直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手也可以转换，一起
弯，一起直，一起弯，一起直，再两趟，吐气收，最后一回，停留一下，肩膀放，胸口打开，将身体慢慢的回来，回到中间。我们一样做手的动作，如果你刚刚有做单脚的人，记得现在要帮我换另外一只脚，双手扶住椅子，肩胛骨内收，打开你的胸口，手撑好了，再让双脚往外，臀部离开椅子，手弯曲，再伸直，可以试着把力量交给我们的大腿多一点点，让重量给到我们的双脚，很好，停留一下。如果你刚刚有做单脚的人，帮我换上左脚咯，一起弯，一起直，吐气，吸气，弯曲，伸直，停留，一样保持肩膀打开来，胸口打开来，很好，再坚持一下下。将双脚帮我踩回来，臀部坐回来，两只脚打开，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缓和，身体放松的往左和往右，你会觉得手酸酸的吗？我们把两只手往前绕绕手臂，绕绕关节，双手往上打开，吐气，往上打开，吐气，将我们的两只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让肩膀去靠近另一侧的膝盖，我们把右肩靠近左边的膝盖，手要施一点点力气，把你的大腿往下压哦，也可以轻轻的上下动一动。再帮我换另外一边，另一只手推一下大腿，靠近膝盖，轻松的往下，再往上，最后一次，回到中间来，将双脚踩回来，我们做一点点脖子跟肩膀的伸展，肩膀轻轻的往上提，吐气放松，吸气向上，吐气放松，最后一回往上，往下放，将你的右手借我，我们来到脖子的伸展，把头轻轻的往右，这个时候左手臂请你帮我往下伸展，单边的脖子，再慢慢的回到中间，另外一边，头轻轻的向左，右手臂往下，再让身体回来，两只手借给我，帮我扣住，掌心往前推，背往后，腹部往内收，眼睛看到我们的肚子，吸口气，手臂帮我往上提，打开双手，吐气，再试一回，双手扣住，腹部内收，手跟身体做一个拔河的力气，一个向前，一个向后，往上吸，打开，吐气，最后一回，双手扣，往前推，吸气往上，打开双手，放松，吐气。今天的运动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如果你觉得强度太强，随时都可以停下来，稍微休息一下下，或者我们把动作先缩小一点点，等你身体适应之后，我们再把动作放大一点点，
记得运动的练习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哦，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，你就可以拥有好的体态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